就乌鸦一个 AP， 哇，所有人头都我自己杀的吗？三路全爆，哇，这舞台也太大了，我把握不住啊！你们觉得这把能 C 吗？狗牛龟，这把动物园。正等他让他走了，他不能再 A 了，再 A 要掉线了。可以，寒武纪狗头，我相信他能稳得住，很专业啊。哇，还是漏两个兵。泪目，每次这种下路都是蹲多了，被对面杀了。如你所言，我这波千秋好像不敢过来，他状态不好了。打不视野，这能上三级了。等永恒升三，攒个分来。单杀，把这印记控一下。第一层印记一定刷到河道蟹子，先把上河道蟹吃了，再吃他下河道蟹。我就知道他还是要过去，先把他印记反。他过来了，但是我这波没逞了。我这波强行让他吃印记，因为他印记转换需要时间的，我强行让他把印记吃了，这样的话他哎他自己已经吃完了，那可以。这样他不会卡印记啊。一阵嘲讽呀！这乌鸦拽两个，有点极限，一个都没做掉吗？这乌鸦估计要 W 了，不要在塔下，也不要在这个草里面。他有 W， 估计会造一下。怎么对面这个千秋这么好？你们控线，跟队友说呀，他这压线给千秋送，待会儿起来我不好打。控完线，龙龟抓人能力很强的，他们控线就好了。F 六打完，回到线刷了，留个惩戒。一留一下，80530。等到走不了的时候再一拉回来。这种射手不可能打得过龙龟的，他的装备已经算很好的了，为什么要过来？我马上要升六了，他们应该是打过架的，他看了我才五，其实已经到六，这波直接砸他，这波卡了一波视野，他把龙打了，这印记这么快，二到四层啊，二到四层的话刷到河道蟹以及我方蛤蟆 F 六上面。他老实了。就把 F6 和刀蟹控一下，中路被做掉了。刚才这剑魔线压不压着塔下线？直接嘲讽烂塔 A 他，
这不上路死他应该不敢打，你胆子是真的肥，你这都敢打，直接过去必须得让他把他 赶跑，我们这不没逞。直接E他让他开不出大。来摇个人，我杀了两个了，来个人，这男枪没状态的，这龙龟真的不好意义，还好这把玩的是龙龟，不然这种队友要坐牢的。 这种队友只会看兵线跟塔，对面是塔跟兵不要的，就乌鸦一个 AP。 哇，所有人头都我自己杀的吗？三路全爆，哇，这舞台也太大了，我把握不住啊。你们觉得这把能 C 吗？只能说这把 ELO 了，这系统派来的必输局，我觉得我能 C 这把，主要这把玩的是龟龟啊。他还有点高的，他算了，他山好高啊，他有闪现有大，没什么魔抗，我先买魔抗呢。我以为维鲁斯走 AD 的，这永远好像能杀到一个，双闪都给了。他四层印记了，四层之后五到八层的话就只会刷到这个我方这个 buff 石油轮跟桑兰了，这我刷到红 buff 里面，先把这印记吃了，先锋丢了，这波先锋可以丢中路，让他们注意力转移到中路去，然后我们去上绕后丢一下吧，塔后丢的话说不定能吃塔皮，然后让他们这会打这个先锋，然后我们直接抓上，战术来一波顺便吃个皮，直接溜。他们不都不管这个先锋的吗？他们打龙去了。别挡刀！把我拉回来。他会算印记吗？算没算印？等他进塔，等他进塔。如你所言，控制有点重叠了呀。Q 呢？可以。这把得先买完日炎，买自然之力，加两个太肥了。家都不要，只有眼里面只有塔，太吓人了，兄弟们，狗改不了什么。嘎都不要的吗？他没闪的，来来我看。一波杀回来了，赶紧杀快点，要点了他们，杀快点他们就不会点。这种局怎么办呢？打字交流什么都没有用，就是杀快点，一定得杀快点，把自然之力买了就好了。这种维鲁斯很恶心的，得管一下他，这剑魔要来打断我。别嘲讽，然后大快结束的一瞬间一拉回来，然后再把龙收一下。Q， 他没有 R 了，直接过个墙，草粉拉回来，顶死你！啊，你在干嘛？这狗头没蓝了，我也没血了。这蓝可以给他偷，不要留着给千珏攒印记就好了。差一点点，人太多了，赶紧补自然之力，赶紧再守一下，我还有20秒出来，应该能再守一下了。这狗头，哎，冰衣护魂那还可以，让先锋白撞这个塔了，没有用。哎呦，这么智能，他后撤步，这波他明明撞的是这个水晶的高地塔，
什么高地塔、闷压塔，这也太智能了吧！这先锋，还有后撤步的。高科技啊，先等一下一来再串他。对吧，还有机会，我现在装备成型我能顶得住了，我超硬的这会儿。对，没那么多暴击，混伤的话就出这个神像鬼石板甲，神像鬼石板甲打这混伤的阵容更好用，而且还有盾在，死得慢，挨打还有加双抗。还不开大是吧？那你别开了，顶出去。打龙打龙，你满血把果子全吃了，什么意思？我看出来这牛头有疯牛病啊。我看出来了，他有疯牛病。战略点已经没了，意味着我们劣势不大了。胜利的曙光在向我们招手。打断了。Q 压个起身。你还要偷 Q 是吧？自然之力一买，石像鬼一买，这乌鸦就是个玩具。哪里逃？坏了，沙米拉在砍塔，你别砍塔，沙米拉出下塔就好了。这乌鸦就差点血，给他做掉。这维柳斯放弃治疗了。小翅膀，好玩吗？喜欢 A， 喜欢 A 你就多 A 一点。
怎么仇什么怨呢？打我打，越打我我伤害就越高，打我就对了，那 他伤害全给我了，我的我们队友不会掉血，打我就对了，打我反甲反了2万，乐言烧了8000，自然之力减了2000，石像鬼减了1000，怎么石像鬼才减1000啊？打我打我就对了，打我这把三路全崩啊！一手龟龟 carry 起来了，是吧？队友前面都要放弃了，弹幕都觉得我这把输了，这把三路全炸线了。还好这把玩的龟龟，不过如果对面不是这个阵容，我也不会玩龟龟啊。打了最高的伤害，成伤不高，但是自我缓和伤害超高啊！自我缓和伤害加成伤的话20万。